Everyone get ready. Snipers, your main target is the drop pod. Why is he in position? Shu is in position. 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.射击角度不好，我来右地。三、二，徐大红，你搞什么？失误。目标转移到尼桑车座后门，我这里视线不佳，那边怎么样？能看到目标吗？有个马仔挡住了，我无法击杀。我帮你清除障碍。我只能看到半个头，没有射击角度。你呢？我换一个更好的角度。我狙击，你俯冲。好。不好了，干爹！南美时间早上7:30。他的手机突然被收缴，缉毒部队应该有大行动了。难道他暴露了？徐大红，你在哪里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先把毒枭逼出来。
Keep an eye on him. Fucking hell.兄弟，你这是瞧不起我这大锤咋的？有更好的破门器，比这个方便。破门器队里有啊，可没这大锤拉风呀。这玩意儿要拎出去，那视觉效果极强。爸爸，你看我捏的雷神。哎呦，这么快就捏好了呀？来来来，我看，爸爸看一下啊。哎呦，我闺女真是天才啊！瞧这模样，瞧这大锤啊，栩栩如生的呀。哎呀，丫丫最棒了啊！哦，我女儿丫丫。这感冒了还没好透，不能去幼儿园。他妈妈还在加班，他奶奶在住院，我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了。嗯，那咱俩注意了，我觉得。哎，熊明，你是特警吧？可你在三楼，你走错路了。谢谢。兄弟，啊，那个我是大锤，我听他们这么叫你。哦，我是来报道的。哦，欢迎，那个。东西我帮你拿了啊！不用了，我来就行了。哎呀，以后来到我们缉毒大队就是一家人，别客气啊！王鑫，省特警总队王鑫前来报道。终于等到你了，欢迎！哎，这样，坐下来，好，坐下。我们的 GG 计划还要继续。现在澳洲的客人给了我们这个价钱，我派你去广东的广海把货拿回来，你有信心吗？国际毒枭金圣杰正在运作向澳洲运输大批量冰毒的计划，计划实施地就在咱们广海，因此上级要求咱们实施闪狙行动，狙击金圣杰的贩毒计划。线报说可能有300公斤之多，国际毒枭真是大手笔。广海缉毒大队全体成员，从今天开始进入战时状态，主动出击，积极作为，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不够就清不走这些鬼，别说300公斤，一克他也别想拿走。找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，把能叫来的兄弟都叫来，跟着我们干，钱有的是，只要够的就有钱。大家看到了吧，这就是不好好训练的下场。太爷，达宏今天约太子见面。嘉义，这次你到广海可能有危险，带上这个我给你求的护身符，庇护庇护，祝你成功。
让太子小心点。放心吧，红哥，太子是老江湖了。队长，有情况。喂，队长。队长。喂。卢晴先报说，太子出来后就开始隐秘制度，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实证。这次他冒头了，我们要抓住这次机会，找到他的毒窝。太子对我们的天网非常熟悉，他有意规避了监控。老唐，快跟上。大家注意，盯紧目标，保持距离。不要打草惊蛇，等到交易时再出手。由东向西到光海老居民去了，这里面岔路很多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那边，你从这边追，快！太子刚刚经过三岔路口向西。你们看到了吗？去那边，继续报告太子位置。刚刚经过东兴路口。各小组报告位置。继续往北，没有发现。我这儿也没有，江南路没有。好的，滨海路没有，走走走，包围东兴路口，快！听到吗？没有，继续找。是。在菜市场附近消失了，马上调配人员封锁菜市场各个出入口，迅速排查菜市场，快！好的。怎么样？队长，一组已就位，没有发现嫌疑人。
红狼，南北特巡的那个，我是。一半穿黑色衣服，正往星光街逃窜。大家注意，出现极度危险人物徐大红，此人身上携带武器，大家注意安全。朱冉冉，找到他。收到。发现嫌疑人，他刚刚经过彗星路口。Thank you.
门卫支援，拦截他。跟踪我，接头的地方可不是那里啊！红哥是担心你出事啊，幸亏我们去了，不然……听，喂，风声紧，猪肉全部停包。哎呦，我真没事。你别动，你就安心躺着行不行？我就是得擦伤，没事儿。医生他就喜欢小题大做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爷爷来了！爷爷来了来了！哎，小心，你小心点，你没事吧？你能不能别在这儿逞强了？这次你好好养病，什么时候养好什么时候回家。嫂子，你这个点是不是应该去上课了？赶紧去吧，丫丫我帮你带。哎，对对对，老婆你赶紧回去上课吧，我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那这汤你要喝掉？哎，我一会儿喝，一会儿喝。弟妹，回去吧，放心吧，没事，有我呢。放心吧，回去吧。那他就麻烦你们照顾一下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放心吧，嫂子，谢谢。送一下。哎，好。我先回学校啊，跟妈妈再见。嗯。哎，嫂子，你辛苦了。哎，瞧我老婆好吧？哎，兄弟们，王鑫说的没错，这次确实不一样，是我们轻敌了。必死无疑的许达宏居然没有死，太让人意外了。这个许达宏在南美已然是废子了，居然被金圣杰派到了广海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而且妖界很大，出手就开枪。有个地方我没想到，我们在追踪太子，根本不知道许达宏的存在，他却开枪暴露自己，不合常理。除非他是想通过太子寻找更大的利益。你们这两个碎崽还说没跟踪我，没跟踪我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太子哥，咱说话可得凭良心。要不是红哥，你还能在这儿喝茶？泡子里喝风吧。你很威风啊，你大佬都没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啊？你狗命！太子，我现在只想知道供货人的名字是谁？哼，你管我供谁呢？钱不是问题，300万定金已经给你了。我现在只要求你按时交货，然后告诉我之前的供货人是谁。警察都瞄上我了，我还敢给你货？搞不好就吃枪子。定金收了，现在说不干了，那把定金还给我们。没说不干，得慢慢干。一年，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说好的20天，现在怎么变成一年了？
你他妈就是想黑定金。是啊，怎么样？这里可是老子说了算。现在的风声太紧，老子的那批货不交了，那300万就当是你们给的保护费。识相的赶紧滚。太子哥，你不会是不想交货吧？交啊，我的货今晚都交给你喽。信不信我现在就干你啊？哇，我好怕啊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干他？我交货一个月，不，20天，100公斤，1两都不少。风声紧，做事更要快，知道吗？金爷的货交不了，你们都得死。搞不过了，老大，赶紧拿着我的首饰送去医院呐！红哥，太子之前原来是给蔡天乐供货的，这个老家伙贼得很，连太子都不知道他的老巢藏在哪儿，这么忙广海，怎么找啊？王鑫在广海，所以我们做什么都要快。这个王鑫是？铁子，咱们现在就去找老爸。老爸肯定知道些什么。老爸这个人很不地道，他不配合怎么办？铁子，啊，这把枪送给你，你记住，拳脚再厉害，也不如枪。站住！哎，你来干嘛的？是啊，啊，刀仔，带我去见老爸。见八哥，你先松身。敢打我！你，我就说吧，枪比拳头好使。做吗，老八？能，必须能。这次许达宏不惜抛头露面，我想他应该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收获。啊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需要的量非常大，现做根本来不及，他只能找手里有存货的人。要起风了，咱们得赶紧找出那个存货人。
侦查有发现。就会守境撤离，为了稳住他们，我们必须拿回来。老八他们出来了，抓了！站住！说你们呢？行，你们俩看见牌子吗？不，大哥，别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第一次来这儿，啊！我问你们是来干嘛的？大哥，我们飞机定位吗？你看这飞机，这不定钱的了吗？扫农药呢？扫农药。对对对对对，来抽烟抽烟。万一你们是来搞侦查的呢？大哥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搞啥侦查呀？我们这一个个的啥侦查呀？喝茶也差不多。大哥，我们是搞农药喷洒服务的，你这林子要喷的话，我们给你优惠啊！啊，大哥，咱讲点理啊，我们不是故意来这儿的。那飞机啊，要是拿不回去，老板得让我们哥仨赔。你说我们都是打工的，那一晚上好几万，我们根本赔不起。啊、大哥，你行了行了，我信你们，把东西给他们拿过来。哎呀！谢谢大哥呀，谢谢大哥，要不然我们哥仨真赔不起，这玩意儿老贵了，谢谢，真的，真是谢谢大哥了，我们拿走了啊。哎呦，这么大洞，都漏了。哎呀，哥们儿，玩猎枪的吗？你废什么话呀？拿着你的东西，赶紧给我滚！啊，好，好，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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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，谢谢大哥啊，谢谢。这我明天，你们要喷药找。走，走，别废话，滚！不好意思啊。嗯，打那便宜啊！你找我肯定给你便宜啊！那，快走了啊，大哥。别乱看，往前走啊！别耍小聪明，这帮毒贩不是吃素的。许达红，跟入香港籍前的金圣杰是老乡，也是屏东人，今年30岁，曾经在特种部队服役，枪法精准，手段毒辣。金佳音没有案底，就是他疏通各种关系接走了许达红。根据警务仪信息显示，邢铁，外号铁子，本地人，曾在香港打过黑拳，身手高强。锤哥，哎呀，这都被你看穿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锤哥，锤哥，哇，这不错啊，儿那么结实，冉冉，嗯，养好了，没事就好，没神回来了，哎，什么门神，雷神，雷神门神都一样啊，队长，我回来报道，不是让你多歇几天吗？这就跑回来了，我伤好了，必须得归队啊，是不是？整好了，整好了。行，坐吧。哎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开会啊！来，坐坐坐。锤哥，你拿这个。欢迎大锤回归啊！你赶上好时候了。陕区行动已到关键时期，下一步全市大清查。首先，咱们要打草惊蛇，目的就是让他们折腾起来。各位，其次，我们也要加强训练，提高自身战斗力，同时。展开大规模缉毒宣传，发动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，打响人民缉毒战。老八这边先不动，先找到太子老巢，再判断许达红下一步要做什么。
下撞人，不仅吸毒还贩毒。你上线是谁？我老大是太子。谁？陈浩峰。放心吧，这家酒店很安全。我再住下去，王鑫很快就会追到这里的。以后啊，多带点人，小弟们就是拿来消耗的，别舍不得用。丹红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我要去找蔡天乐。你疯了！蔡天乐跟金爷争夺澳洲市场，两个儿子都死在金爷手里了。但他手里有货，我和铁子先去探探虚实，告诉金爷，这届计划一切如常。走吧。佳音，情况怎么样？干爹，许大红要去找蔡天乐要货。但是蔡天乐怎么会跟许大红交易呢？你就别管他了。那只壁虎呢？壁虎，壁货，我会小心的。女儿，记住，避无可避的时候要学会断尾求生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你谁啊？怎么不是赵医生？我是赵医生大儿子，父亲生病了不太方便，所以让我们来看看。哦。那个啥，你们这儿有药吗？止消炎的。我这有点痒。有，这能没有吗？来，大哥，你用这个，特别好使，保证好使不好使找我啊！你老大都疼死了。啊，谢谢吧。挺住啊，抹上挺住了。你们谁啊？太子哥，我爸赵老中医生病了，让我过来给你瞧瞧。我看这病情应该去医院呢。你爸？我怀疑你他妈是条子。雷管，去把上次来过的那个赵医生给我弄过来。嗯，他要不来，用你的雷管把他家炸了。好啊。哎，太子哥就是太子哥，我不是赵医生的儿子。哼。哎。干嘛？你狗背！啊！别紧张，别紧张。派我过来就是看看猪肉包子怎么样了，烧起来了。哎，搞什么呀？欺人太甚了吧！派人过来监工，弄断我的手指，居然还带着雷子。红贵不容易，老板催得急。哎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有话好说。行了，太子哥。先放这儿，带我们去看看货吧。啥玩意儿？闲了吧唧的，看一眼就走啊？走吧。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。哎，只能进去一个人，你在外面等着。小心点啊！已经发现追踪工厂，你
地方在这儿啊。我说我们咋找不着呢？20天100公斤的大佬，回去跟那条金爷的恶狗说一下，剩下的钱准备好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啊。什么？你精神状态可以啊？有这精神头还怕交不了货吗？还说呢。乐哥电话中臭骂我一顿，说他的货要运出去的，我在国内交易的，别想去找他啊！你快点啊！都是亲戚啊，你们可以用得到我的，别杀我，别杀我。带路。好，我带路。卡天路，卡天路，叔，出来，叔，卡天路，叔，救我啊，救我！我是来跟你谈生意的，卡天路，叫卡天路出来，叔。叔，救我！救我！叔，救我！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！叔，叔，叔，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叔，告诉他们，乐叔，叔，我知道你跟金爷有仇，但你跟钱没仇。你手里的猪肉，我们高价买。就不能到澳洲吗？现在广海风声这么紧，只有我们能运出去。你手上的货出不去。对啊，叔，不如我们一起合作啊！一起合作，卖给他，你就卖给他，大家一起赚钱吧，是吧？你喜欢才好。有够戏吧，叔！你这种废物根本就没用，拿去喂狗，连同他俩都喂狗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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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
大全，师傅，陈哥怎么样？王八蛋，我杀了你！放心，放心，师傅，我想拜一次纪律。只要他做一个好爸爸、好丈夫，那就够了。嫂子，所有的犯罪分子中，我最恨的就是毒贩。花儿一样的女孩被毒品糟蹋得不成样子，父子俩吸毒，逼迫未成年的女儿出去卖淫，吸毒致幻的父亲杀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，一个7岁，一个5岁，多少因为毒品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啊！不把毒贩们扫光，老百姓就得遭殃。想想鸦片战争也才刚刚过去100多年呀，缉毒就是保卫我们的美好生活。锤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这帮家伙都抓了。稍等一下，出示下身份证。身份证出示一下。根据抓到的马仔供述，许达红和邢铁在这家酒店出没。你好，出示一下身份证。请等一下，请出示一下身份证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出示一下身份证。加大搜查力度，请配合一下我们工作。请等一下。好，身份证。这家酒店太贵了，我们换一家吧。师傅，发现邢铁。许达红呢？没发现。跟上他，注意安全。好。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存在着邢铁的藏身地，我们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摸排，鉴于嫌犯的凶险程度，咱们每两个人一组，互相也有照应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准备出发。好。许达红干什么去了？我问你呢，许达红干什么去了？不知道。
那你还知道什么？保护你。一，接应的船只已经到达指定位置。谁怪楼啊，这吹呀吹，像催命鬼一样。好了，让他们备好钱，准备拿货啊。佳音呢，要牢记避祸断尾呀。老叔，我没有见到过这个。有警察，赶紧走。前往南街抓捕。是是是是。二队，跟我来。是是是。这边地形很复杂，你真的熟吗？这地我熟，要想不被人发现，这里最不起眼，最容易。行音，走！站住！站住！队长，队长，在连岗间发现两名嫌疑人。王鑫、冉冉，务必在一起等待支援，千万不要单独行动，各小组和特警同志立即前往连岗间，在附近的解放路、和平路以及雷锋小学那里布控，快！各小队行动！走！是是。对嫌疑人进行包围，站住！包围之后，再逐步缩小包围圈。没有发现。是我。
谁在那儿？你去那边，我去这边。不行，王鑫，队长说过，让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一带。疑犯跑了怎么办？报告队长，发现疑犯，所有人跟我分开追击。王鑫，你疯了！苏冉冉是女孩子，锤哥刚牺牲，不能再让她遇到危险。你在哪儿？回矿！两人回矿，我到这儿了，你在哪儿？没事吧？我来了，没事了，啊，没事了。靠上。带走，队长。放下，我想告诉你，冉冉是个好孩子，好警察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不光看着她读书、毕业、工作，我还要看着她结婚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我爸叫苏建民，曾经是队长的师傅，两人相差十几岁，但却关系好得很，是生死搭档。我高三那年，我爸牺牲了。从此，除了缉毒，我差不多就是队长的全部了。
找达宏啊，在里面呢。居然在这里逍遥快活，铁子出事了。我刚刚也猜到了，不过也没什么。你说过，小弟就是拿来消耗的。你瞒着我搞大事情，对不对？太子出事了，我必须搞到足够的货。蔡天乐的货，他怎么也想不到我会杀个回马枪。讲了，加上老八的货，够了。现场来看，许大红和邢铁应该训练了一支队伍，至少三人以上，枪法都不错。楼上三个人来，上楼看。许大红应该已经拿到货了。空运和陆运都不可能，只能海运。走货码头，还有仓储，究竟在哪里？佳音，先把已有的货运出来，直升飞机等着呢。先把两三个亿弄到手再说。李广峰离你们很近了，你现在很危险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好，那许达宏呢？有些人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，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？我知道了。有些东西用完就该扔掉，包括人。出没过，和嫌疑人车型相同的车辆，周边四个社区一共137辆。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啊？可是查案就是这样子啊，如果因为麻烦而不做，那基本上就查不了什么案子了。
这个给你。内地人喜欢在车上镶这个装饰，寓意避祸。希望你这次能够逢凶化吉。你拿着吧，你的命比我更重要。大王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的尾巴。好，我是你的尾巴。我们是一起的。确定是不是徐大红？没什么问题吧？你放心，大隐隐于市，我这里不会被人注意的。都准备好了吧？快递车不会被人注意，船是快艇，证件齐全。行，钱在后备箱，一分不少。还不确定是不是徐涛。行动。看样子人跑了。队长，地下室有情况。发现我了，他在某处痕迹，他想离开广海社。有炸弹！起爆时间凌晨五点，幸亏我们发现了。所有人后退，后退！一组警戒，二组紧急疏散老百姓，紧急呼叫特警排爆组支援。开远，老八交货了。加上达红的，总共500公斤。嗯，好。安排人接应吧。队长，车出来了，他们应该是交货。跟紧了，我马上到。结合老八的动作，他们应该在附近交易。王鑫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是不是太顺了些。你再告诉馆长，我们这次的目标就只有一个，许大红。收到。
货都在这儿呢，赶紧搬啊！这么多货卖到澳洲能卖多少钱啊？成了咱就不卖命了，享受生活，天天阳光沙滩，会所嫩模。红哥，你答应给我的1000万要算数啊！拿着钱到美国到加拿大逍遥快活啊！兄弟，赶紧搬！来，拿着。哎，红哥，你说的我都做了，他们吸引了警察，我们神不知鬼不觉的从这里走货，可惜了这两个兄弟没有机会去享福了。轮到我跟你做生意了，猪肉价格和银行户头已经发给你了，把钱准备好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好。人人，帮我查一下廖丹霞的社会关系，特别是名下，看有没有船只。收到。查到了，他名下有3辆货车，没有船只。但是他前夫名下有2艘快艇和1艘中型渔船，快艇停泊在广海市东善渔港，我把位置发你。收到。说你们这帮渣子祸害，这是使命，是荣誉，知道吗？这人不懂。警察，警察也只有一条命，一条命跟你拼到底。
心打的。可以断的尾巴，许大夫，你去死吧！啊！战人！那个 GG 计划，第一个 G 估计跟佳音那个壁虎有关，那第二个 G 呢？我觉得第二个 G 是 game， 壁虎游戏。许大红完了，佳音被捕了，毒品一定没运出去。他们 game over， 我们赢了。看来金圣杰是要吐血了。必须让他吐血。那新哥，你要不别走了？怎么了？带着我们继续冲啊！好。